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官网上登出消息，本届电影节的评委名单已经最后确定。今年4月刚刚产子的赵薇也榜上有名，这也是赵薇产子复出的第一份工作。组委会称，赵薇在收到电影节的邀请后，欣然同意出任评委一职。赵薇与上海国际电影节颇有渊源，她曾多次参加并获得荣誉。在2005年第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，赵薇凭借电影《情人节》获封金爵影后。2007年第十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CCTV6传媒大奖上，她又因作品《夜上海》摘取最受关注女演员大奖。新娱乐在。